工作才华受到赞赏，但事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为你带来压力，自己可能会与家人相处有压力，财运好，但受金钱的影响，爱情需要空间。满月过后的下弦月，内在需要秩序和气节，需要按部就班地维持生活秩序，但外在自我追求则强调高远与未来，导致内在冲突。月亮与木星结合在一起，与凯龙处于处女双鱼轴线的两端，致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面对过去的伤痛，甚至可能会带来自卑的情绪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